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拍哥哥，我是 Eddie。今天这个影片是我们一个新系列的影片，将由我一枝独秀。这个影片我们要带着大家来拆解百大 DJ 的招数。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常去看百大 DJ 在音乐节上面的表演，一定对他们在台上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动作效果都非常的好奇。像我们自己以前，我跟 Peter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们很常会去下载，比如像我喜欢 Alesso， 那他喜欢 Danik， 我们会去拆解他们的招数，然后运用到我们平常放歌的技巧里面。大家如果有其他想要看的 DJ， 你想要去拆解他的招，欢迎你们在底下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越详细越好。你可以告诉我，我想要看 James Hype 几分几秒的招数。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带大家拆解国民老公 Martin Gary 的招数，但是在这个系列的影片，麻烦大家把我的 title 换一下，我现在叫 DJ Eddie， AKA 小硕士。因为小博士已经被 Chris 拿走了，那我们就赶快来看这一次的影片吧。曾经我也想要做一名专业的 DJ 和制作人，甚至以百大 DJ 为目标，但当我下定决心要学习时，这些问题总让我无法往前。现在你有更好的选择，我们设计了一套系统式的教学，能让大家同时学习 DJ 及编曲，每个月学费649元起，全中文化的教学。除此之外，我们更首创一对一的学习历程检视系统。课程内容我们更强调实务的重要性。会了 DJ 做了歌，却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推出去的话，我觉得非常可惜。如果有人可以因为我们的知识分享而发光发热，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我是八拍哥哥，加入我们一起努力，我们将带领你开启梦想之路。招式一，加入 Vocal Sample。在歌曲准备进 drop 副歌之前的 build up， 它会加入 vocal sample 来去提升现场的情绪，可能像是 put your fucking hands up， 还是 get your hands up 这种音效。其实这个招数不难，假如说我把 vocal sample 放在右边这一轨，那我左边这首准备播放出来的歌曲，大家一定要算好，在进 drop 之前的四个八拍按下 vocal sample， 那就可以达到 Martin Gary 这个的效果。接下来我们要来拆解 Martin Gary 第二个招数。相信大家在看他表演的影片的时候，会很常听到他会用一个很尖锐、很尖锐的声音。比如说像歌曲要准备进 drop 之前，他会开一个很尖锐的声音来去提升他放歌的另外一种音效。其实这个招数也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都会很好奇他这个招数到底是怎么用的。比如说在家自己在转一些音效的时候，却达不到这个效果。那么接下来会带大家拆解 Martin Gary 的第二招。招式二，使用 Echo。调整参数，我们可以看到 Martin Gary 在歌曲准备进副歌时，它会开启 Echo 的效果器。那 Echo 的效果器，它其实是用二分之一切到四分之一，切到八分之一，再切到十六分之一，最后再旋转 Echo 效果器上面 Time 的这个旋钮，把它转到一 mini second 的这个拍数，来去制造尖锐的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来示范 Martin Gary 的第二招，但是要示范这一招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完整的比较专业的器材去做示范。为什么？因为 DDJ 400它的功能有限，像它的 Echo 最多最多只能缩到1/16，但是我们这个完整像是 DJM 900 Nexus 或900 Nexus 2这个比较专业的混音器，它是可以缩到1 millisecond， 但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下次如果有机会使用到这种完整专业器材的朋友们，记得先把我们这一招学起来，当你下一次摸到这完整器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招拿出来试试看哦。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拆解 Martin Gary 招数的影片。如果喜欢我们今天影片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DJ 专业知识，麻烦报名我们的 DJ 课程。那如果对于今天的影片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你有想要看的招数，麻烦在底下留言或者是私讯我们。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见喽，拜拜。